好吃到爆。但是我其实想吃火锅。想吃吗？为什么不想吃？跟小佛肥肉下来 ，Don't blame me。哎，专门给你倒哎。哇，好香哦！它性价比很高耶，就它这种 set 如果在很高档的店卖要卖100多，它那儿就几十块钱。哇，香香，你说呢？好吃到爆。我发现牛排做成 medium well 就太紧了，这个就不好吃了。香不香？葱香味了。中间是用奶油还是用糖？香葱，加上点黄油。切到一半，真的觉得感觉就像是一个外星的生物，然后就坐落在这个最繁华的地方，然后只有我俩看得见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晚安了各位。推开世界。